上次政府被虐惨了之后。今天我又来正骨了，不过这次体验的是高科技无痛正骨，据说十分钟解决所有问题。软下来了，基本上回来了啊。好了，平躺稳定一下。不过做完之后，老师竟然说我。快来看看吧。我现在是来到了一个做骨骼检测的中心，然后老师您是贵姓？免责姓梁。然后梁医生也是我们的这个骨科的专家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准备做这个骨骼检测了，然后我看到老师身边的这个机器，可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吗？这台机器呢，是它根据一个人体的脊椎大概50万以上的一个健康大数据，然后再经过我们的一个机器上的带着一个纳米技术的探头，这我知道在我脊椎两侧然后进行检测。那一般是什么类型的人需要做这个检测？一般情况下，像我们长期的久坐的一些工作人员，尤其现在的学生长期的低头学习，其实都可以来做这个检测和治疗。那我们现在先做一个检测，看看我有什么问题，然后怎么去调理。可能稍微有一个向下的压力啊，不要紧张。不疼吧？不疼。老师，这个仪器的话，跟去拍 X 光片最大的差别在哪？X 光片的话主要是放射的一个影像，它能看到我们的整个骨结构的一个变化，这个没有任何的辐射，所以它对任何年龄段的人，包括孕妇也同样也是可以检测的。这里有一条绿色的一个参考线啊，这个曲线呢就是我们刚才说那个大数据，就正常应该接近这条参考线，如果超出的越多，也就说明肌肉张力越大。现在我们看最明显的就是腰椎这一段，所以你最近可能也感觉腰部最不舒服。你的问题呢，主要的应该真的很一般，真的很一般，只能这么讲吗？一般已经是很善良的评价，真的很一般。但是你可能现在临床上暂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的一些症状，对，要引起注意了。胸椎的话，这里红色也有问题了，所以你这个肩部这儿肯定会有问题。严重的话，有的人就会影响到心脏，有的人特别严重，可能会出现喷射性呕吐。有的人记忆力下降，头晕头痛，失眠多梦，包括有的人鼻炎等等。现在年轻人30-40岁猝死的新闻报道特别多。我跟你讲，我在这里跟老师待了5分钟，我感觉脑子中都是这种悲剧。对，所以如果把颈椎保养好的话，他这种猝死的几率也会减轻很多。那我们如果是通过这个理疗来改善的话，也是要结合运动的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其实我们的所有的疾病都一样，其实有正常的一个医疗处方，然后有运动处方，然后营养处方，包括心情的梳理等等等等，其实治病的话都应该是结合到一起的，3分治7分养。医生会给你一个好的建议，然后你回去你的生活习惯、饮食习惯各个方面该改的一定要改。其实基本上它可以解决掉常见的疼痛60-70%是没有问题的，像再加上一些手法的矫正，我们会解决80%以上、90%以上。那我们现在先来去做这个治疗，可能会有一点压力和震动啊，不要紧张。它会自动分析的，需要多大的强度啊，它都会有，可以看到屏幕上会有一条波在那儿。它主要的一个是脉冲，还有就是共振，所以它会给脊椎压迫，没有任何的辐射呀、外伤啊，这些都不会的。这个会力量大一些啊，还好没有什么感觉。所以它对我们的整个的肌肉的一个状态松解还是比较好的。这肌肉绷得好紧，我腰前两天发炎，就是有那个腰肌炎，有好多人腰肌劳损，就这个两块，就这里很酸很胀啊。这边好一点点，对，那边好。为什么这边那么大？这侧的可能平时就是你的腰椎就翘腿带肌肉群。我感觉翘二郎腿是仪器的祸根，有很大关系。哎，软下来了啊，这么快吗？对，我能感觉到这个治疗真的是太好了，就是你感觉不到任何的不舒服疼痛，竟然这么快速就软下来了。这个就有点类似于刮痧板的感觉啊，对，会很舒服，把这个整个大面积的松解一下。这个感觉肌肉松了很多。尽量少低头，因为我们颈椎每向前低头15度，颈椎的椎间盘会增加10公斤的压力。所以如果当你颈部低头达到60度左右的时候，相当于对50斤的东西压在上面了，所以它对我们的颈椎压力是非常大的。这是治疗之后的一个结果，可以跟我们前面这个对比一下。其实最大的差别是红色的明显减少。没有太大问题。那我们会配合那个老师去，因为很多人现在是做整骨的。啊，你也做整骨是吗？是的。那一会儿可以给我试试吗？没有问题。哇，我今天又白赚了一个正骨。
我们可以当面面，然后正骨了，稍微调整一下。首先看一下他的长短腿的问题，很明显啊，这两个的鞋跟差了1到1.5公分左右吧。看一下力量啊，往上抬，用力，不错，挺有力量，挺有力量。哎，因为我腿挺有分量。胸椎有一点点轻度的向右侧侧弯，我们调整一下啊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长短腿的问题，放松。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回来了啊。好了，平躺稳定一下，今天治疗就结束了。谢谢梁老师，谢谢大家看这个视频，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们转发点赞。然后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颈椎保护啊的问题的话，也随时给我们留言，然后我们都过来，麻烦您再帮我们解答一下。没问题。好的，谢谢，拜拜。好，再见。